是营养师清徐的营养师，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个希腊优格，还有称之为水切优格，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，是那个优格的两倍，是牛奶的10倍，但是热量只有起士的1/6，然后有些像可以当成是代餐食用，然后或者是小孩子老人家的营养补剂，然后或者是运动前后的高蛋白补充，就是非常好的选择。然后上面有一些奇亚籽，又增加了很多好的脂肪酸以及很好的纤维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。营养师推荐这一款希腊优格给